真没选东西，没有 cover 好。哇哇，被借了两个上 A， 非常痛。阿克玛对 Mario 的破坏力非常的惊人啊！是。我们 CD 也是老经验了。你说，肯定是经常对上的。对啊。哦，这个抓到了前摔。哇，这个我 PK Fire 放的位置非常的精准。不错。哇，上一周 Duck Mario 吃了一个球棒。哇，又得 PK Fire。哇，狂烧猛烧。哇。要做好 PK Fire 的心理准备。哇，又被接到一个前卫。是空门打到了，哎，哇，哦，好，抓到了起跳的位置，继续守好，一个后摔，一个后摔，差一点，非常的强力，我，再一次，那次也是经验老到 DI 的回来了，好，哇，这个被一个后 A 踢到，溜溜球没击中。哇，这龙卷风卷到了！我下 B 击飞非常远，不过方向是错误的。哇，这样178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两边。哎呦，闪掉了那个 DK 白眼。之前过剩的能力。哇，这个龙卷风，哇，这个回不来了。没啊，哎，这个 DK 白眼。麻烦。而且 Dr. Mario 的富贵真的惨不忍睹，换来了非常好的打架能力，就是上帝为你开一扇窗，一定帮你关了一扇门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个电电闪掉了，抓到了上 B 的空档哦。哦，又有一个后摔，后摔，距离非常的远。哇哇，这个哎。哦，成功的回场，艾伦对 Dark Mario 是非常的熟悉哦，所以已经把自己的回场发挥到极致。真的，刚这个上次没选没中，命中，哇，这个龙卷风击中，哦 ，Ness 还是活着哦。对 ，Ness 的回场能力也是非常的好。Dark Mario 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做。场外的打架，对，哇，而且他现在是，哇，可是他回得来吗？他回不来，回不来了，恭喜 CD， 由 CD 拿下第一场，Dr. Mario， 马里奥医生，好，哇，两边互有来往。那那人是非常想一直把马里奥医生打出场外的。不过马里奥医生现在又到场外了，好，他现在回到场中了。哇，这个 Ness 一直逼哦，是，因为 Ness 能在场外做优势，其实是比马里奥医生大不少。对，非常清楚，要一直把马里奥医生压到场外。对 ，Ness 绝对是一个大优势。哦哟，这个 Smash 没有击中，被闪过去了。哇，这个来一个跳 A。只刚刚那样，如果马里奥医生敢的话，可以下去给他个陨石。那有点困难。这边是一个场外空前，把马里奥医生打出去。错，哇，又一个空前。哇，
底贴 fire 被闪了过去，哇，又中了一个，没有吃到全部伤害，不过这次又中。A 人打得非常的辛苦哦。是。哇，这个。上打到龙卷风没中，追击但是还好，我一个球没中，一个 big air 带走了 nice， 抓到了 off smash 的空档。是的。哦，这个滚过去，对，后续没有接上，不过反而是接了两个空上，应该是他的策略啊。是。哎呦，直接中一个球棒了。回，哎，好，成功的回来，还是顺利的回场了，这角度没有问题。哎呦，突然一个吸，哇，这被给踢出去了，强力的空后，好像缓一下，稳定自己的情绪。是。这个上面没中，好。那次真很明显是让自己多数时间保持在空中哦。对。啊，这个中龙卷风了，好像 A 后续没有，还是中了又一次。这边踢墙跳成功的回到了场内。是的。哇，连段开始了没有？被那次相杀掉了。用一个 jump 攻击，我们 Baker 又踢中，快要转身攻后。哦，现在 Allen 还取得领先了，非常艰辛，然后球棒打人，但是位置非常尴尬。好，现在 Allen 很明显在等 DD 的那个失误哦。是，所以两边节奏都慢下来。不过现在被抓到了，第一道场外很危险。好，成功的回来。哇，这个被踢到了，现在两边都很危险了。是，因为 Dark Mario 的回场关系，所以两边的情况其实是差不多。啊，不过这个三连击，恭喜 A 人拿下了这一局，目前1-1。哦，两边的非常的接近啊。是。哦。A 人是不是？不舒服。休息，稍微休息。哎。喝个水。赛程。好。好。下一局要开始。不意外的就是 NES 对上 Dr. Mario。好，选择终点哦，完全没有平台。上次那局，那在终点的话，那次的 PK Fire 会变得更加可怕。哇，这个是没有地方躲哎、欸，终于要玩 Cover 的回场。哇，中了 DK Fire。不过目前 Allen 爬出来是领先的状态，不断的闪躲。两边都打得非常小心，不过哇，连续中两个 big air， 非常的强力。哇，这个上来 ，Allen 就站在那边请他吃了 up smash。没错。哇，又被摔了。Allen 有猜到那时会开防护罩。球棒，试探性的球棒。
两边想互抓，但是方向都错了，而且都被闪过去。对，两边都想抓对方啊。是啊。哇，又有一个上次没去击中了。唯一是非常的强，马里奥系列的上次没去。哇，抓到了这个史密斯的失误。哎呦，哦，差一点呢。想要用突然的下 B 来打 Ness， 但是被 Ness 给反击了，被这空 A 给带走啊。啊，又中了一个 DK Fire。DI 的非常快速，但是还是吃了一下。这个啊，非常强力的马里奥后摔，前摔要完，啊，这个 DK Fire 又被抓到了，是，有点躲得非常漂亮，对，哦，哇，这个球棒敲中了哦，好，连续两个原地闪避，现在。拉开了距离，这个会接后摔，那是一样是非常痛的一个后摔，回得来吗？马里奥医生，哎呀，这个溜溜球没有打中，非常精彩的回场，我能抓到了，这那是有点危险哦。好，第二次并没有抓到，会中了一个 up smash， 威力一样高，哦，这个。真的，对，直接跳 A， 哇，上 B 似乎是太短了。哦，这个下 B 没中，哇，一个空前，非常的痛，由 Allen 赢得这场比赛。恭喜 Allen。